高速就是要注意上高速下高速啊，上高速一定要加速啊，加速再加，加的不够。好，打灯看左边，对，再加，往前看了，现在已经进入轨道了，往前看了，对，非常好，可以的啊，可以的。高速开起来呢，你就 follow the traffic，就好了哈。主要是看你的正前方，主要看自己车道的正前方啊。好，我们前方要向左换道啊，保持好车速，加点油门，加点油，然后再观察啊，很好。高速换道不要急啊，你可以观察两遍，对，你一遍观察不，可能看得不到位，再观察一遍。千万不要怎么做呢？千万不要一边看一边转方向盘。就看完再。看完了以后转过头来，你再看一眼反光镜，再转方向盘。好。啊，保持车距哈、啊，这个车距有点点近哈、啊，稍微拉远一点点。把、油门松开，不要踩刹车，不要踩刹车。你松开油门，你就拉远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对，你看拉远了吧？很好。好，我们靠右走啊，靠右走，向右变个车道。对，靠右走，对，减速了，再减。对，我们要换高速了哈、啊，从这边走到这边来。是往这边。右边啊，对，减速了，再减，看，限速25，看到没有？对，25你不能超过30啊，对，不然你会比较危险。对，非常好，稳住方向盘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好，又上高速了哈，又相当于上高速了，加油门，你看两侧是实线，看到没有？保护你的哈，加油门，加起油来，快，先不要想着换道啊，加起油来，速度有了再换道哈，打灯，看后视镜盲点，好，再加油，不要急着换啊，很好，保持好车速 ，good， 哎，换得非常好。刚刚上高速的时候，两侧的实线就是保护你的，这个时候你就加油直走，不要想着换道哈、一定要把速度提起来，你的速度和别人差不多快的时候，你再换道你就最安全了。你可以现在想象一下，前面有车非常非常慢跑到你前面来了，你是不是很危险？对，高速开车呢，主要注意三点哈、一，要保持好你的车速哈、保持好车速。好，第二呢，要保持车距啊。什么车距啊？就你自己车道里的车距。哦。跟后边没有关系哈。哦。你后边的车的车距由后边车去注意，知道吗？你只能注意前面车的车距，还有稍微注意一下两侧的车距。对。然后，最后一点要保持在你自己车道的正中间走。对，不要偏了啊，偏了是很正常的，你稍微调整一下就好。任何人开车都会偏的，都会压线的，你稍微调整它就好。压线它会响的，咚咚的响。好，我们 change right lane。对，非常好，看得很好啊，很到位啊，很稳。对，就是这个幅度啊，换道一定要幅度要小啊，方向盘转动幅度要小。你在国内开了好多年车吧？没有没有，你开得很好，半年左右，开得挺好的，对对，挺稳的。好，注意看啊，前方右侧多了个车道，不要踩刹车，现在不要踩刹车。你怎么做呢？你拉平行线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车在你后侧，就在它前头，前面那个车，你在它后边，你就不要超过它。这样比较安全，拉平行线过来哈、因为大家车速都是差不多的，啊，大家车速都是差不多的。好，我们 change right lane， 对，一定要转头看啊！你刚才没有转头看，看了吗？不看后面。对，要看后门的车窗玻璃啊，一定要看啊！高速有盲点呢，我们前面准备下高速了，你看左侧的线。变得又短又密了，看到没有？就说明到前面就要变实线了。
哎，这种线你只能下高速了啊。好，再减，速度减减，很好。啊，看到实线就要降降速，准备下高速了哈。好，对。好，前面那个标志表示有信号灯啊，有信号灯，减速了再减，又转弯了啊，减速。对，很好，直走。对，还是在这个车道是安全的啊，非常好，再减速，再减，再减。对，啊，现在安全下来了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哎。